学生角度看校园，这里是玉中学季报告。大家好，我是吴正廷，我是王静怡。玉园独立中学于2023年7月8日在玉中大礼堂举办教师节活动，以表达对老师们的敬意和感激之情。在学长团联合班长会的带领下，学生们成功地为劳苦功高的老师们精心策划了一系列的感恩活动。现在就让我们带领大家一起去看看吧。我们今年的教师节主题是逐梦之光，手按引航。我们把老师比作灯塔，把同学比作船舶。逐梦之光是指我们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，老师就是那一束指引着我们方向的光。手按引航是指老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，为我们指引方向。早餐的开始，我们一到食堂，看到同学们为老师精心设计的一个餐单，还有呢，作息的安排，我们都感到非常的感动。尤其是在拍那个photo booth 的时候啊，都设计得很漂亮，所以让老师有个美好的回忆。等到我们进了礼堂呢，就是庆典的开始啊，是一个完美非常完美的一个组合，让老师感觉到学生的设计。非常高兴，因为看得出同学们都很用心的在筹备这个节目啊，吃得好，节目好，心情好。当然最希望就是同学们每个人都努力读书，考取好的成绩，然后呢每天开开心心。我想对校运老师说，我会协助班长管理班上秩序，让我们班的纪律更上一层楼。在此也是感谢老师还有各单位付出心血，然后精心的去策划还有准备的这教师节，希望老师们都可以享受这次的庆典。然后老师们你们辛苦了。教师节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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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谓师恩似海，我们在这里祝福各位老师，教师节快乐！祝您桃李满天下！